就他大姨，管谁叫大姨呢你？长那样还管我叫大姨，你叫姐我都不答应。我说合计家里没人，叫大姨不亲切吗？叫姐。大姨。叫姐。大姨。叫姐。大姨姐。啥事儿你说吧。还这么拘谨呢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包我呗。我啥年？不是那什么，你不是咱们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委员吗？啊，这马上开春了，小区那个防水工程啊，我是说防水工程，想让你跟大伙说说，包给我。哎呦我这事儿你吓我心突突直蹦。工程你会干吗？哎呀，那有什么贪吗？贪煎饼呢？差不多。啥差不多呀？防水工程那需要资质，你有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再包出去嘛。跟我这玩空手道呢？得了得，别说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定不了，就是我能说了算，也绝不能包给你。门儿在那儿呢，一下给我带着。哎，往那边走。哎、那什么规矩我懂。啥规矩啊？啥呀？钻戒，四个九的，3.8克拉，还挺好看的。把我当啥人了？拿着你戒指啊，门在那儿。不是，你看你这，天知地知，你是我这，你这收，真是的，收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别瞎放，我可没收你戒指啊，拿好了，从这儿走。哎，从这儿走。哎呦。哎呀，你们家也没有监控，再说我也不能举报我自己，我举报我自己我不是傻吗？你还不傻呢你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拿着你戒指，连人再戒指一块走。不是大姨，你看你咋这么死劲？不是我给你放这。哎，别瞎藏！哎，你往哪儿放啊你？哎，别，赶紧走啊！赶紧走。啊！哎。可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啊？对，我自己放的。我可没逼你。你没逼我，我自己放的。这回走吧，好吧。行，那就先这样，回头再聊啊。哎，妹妹。管主任，那就先这样，我去那边找一下小米粒儿，我跟他再练一下。好嘞，那就不打扰你了。好嘞。哎，你没落东西吧？包啥的。我这记性啊，你要不说就忘着了，一会儿还得来。常来啊。这什么个东西啊？这是怎么哪儿都有？哎，你拽我包干嘛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拿人包干啥呀？这包是我的。我的包。别拿人包。我的，我走了啊。别拿人包。哎，别拽我。我跟你撒手，这是我的包。不是你撒，我咬你了啊。哎呀呀。不是你别拿，哎呀，哎，他怎么包包拿走了？那你问他去啊！哎呀，小米粒儿，大白，没完了，你又拽我包！不是我怕你重，我帮你拎一下。不用，这包我拎得动啊，撒手。我帮你拎、啊、不用撒手撒手撒手。撒手。哎呦我的妈，你要干啥呢？没干啥没干啥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不，你来的非常是时候，你来的非常是时候。你离我远点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快点离我远点。小米粒啊，你来的太是时候，我正有事找你呢。你啥事啊？我啥事儿？我找、嗯、让我想想，我找你啥事儿啊？不对，那个，你离我远点行不行？就是咱们不要搞交谊舞大赛嘛、啊，你不是负责人嘛？我就有几个动作老弄不明白，我先明天就比赛了，你教教我啊？行啊，现在啊？对，现在啊，那来吧。哎呀，这是、哎、我包也放这儿吧？行。我跟你说哈，就是前面放了、啊、你改偷了是不是？哎呦我啊，你改偷了是不是？
我发现你今天特别不正常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今天特别正常。你往常不这样。我往常我不太正常。哎，王小强，哎，你来的正好。什么？我俩要练舞蹈，那个你帮我拿下包。对对对，哎，王小强，哎，你也帮我拿下包。拿不了，我有事儿。你有啥事儿啊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刚才我和几个小朋友弹玻璃球输了，喝了一箱加多宝，着急回家上厕所。哎呀，憋会儿吧你，憋不住了。哎呀，咋的？让你憋会儿不行啊？你喝出心啥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包你必须帮我俩拿着。对，丢东西找你啊。行，那个，冒昧的问一句，里边有加多宝没？你还想喝？不是，我现在这种情况，最怕的就是再见着液体。没有。太好了，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再憋会儿，但我不敢保证我能憋得住啊。我不管你憋不憋得住，你必须把包看住，听见没？看住，听见没？看住，看住。这叫啥玩意儿？这叫我，哎呀！秦哥，干啥？你别搁那吹了，你再吹的话都我都泄洪了都，憋不住了啊！赶紧上厕所，这憋坏了，要不你没看着我看包呢吗？包丢了，我得赔包，交给我呀，我帮你拿着，你赶紧去啊！真的啊？好，那可太好了，给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！刚才你不就在这儿了吗？咋没让你看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是不信任你吧？拿来，拿，撒开！你给我撒开！你撒开！不是，哎呀，哎呀，大秦哥，我发誓，以后我遇上你，我要不躲着走，我都是你孙子，我都真的，哎呀。钻戒，我说咋让我看包呢？不是你，小强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我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的，我这是我的，那我的呀！哎，有人抢包了，有人大抢包了！撒开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啥放开？你该抢劫了是吧？你没事，咋回事啊？王强，真巧，是这么回事。你完了，他完了，我不让我完了，我就碰上他，完了夸，啪就踢我，完了啪啪就扒了，扒了完之后这人。咋了？不行了，我要泄洪了！我要泄洪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说你抢我俩包干啥呀？还说不中听，什么时候抢你包啊？这叫那啥意思？没抢他的，抢我的了呗？不是那个事儿哈。你别理他，别理他，你赶紧哪凉快哪待着去啊！今天就这样吧，让他给搅和了啊！那个，那谢谢你，行不行？不客气。那行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嘞，完了那啥有。有啥事儿你打电话、啊、行，我上管点那儿去了啊。好，你过来，你跟我说你今天到底要干什么，你想干什么，我想你想干什么说。哎呦我的妈，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想给你个惊喜。哎呀，你还给我惊喜呢？你给我带来的天天都是惊吓。你看你看我那什么，我刚学了个魔术，然后我会把那个东西夸就变你包里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给我变魔术啊？那行啊，那你变变我看，你是会变金鱼、鸽子，还是变个大钻戒给我？哎，我你怎么知道我能给你变个钻戒在里头啊？你真要给我变钻戒啊？啊，行啊，那你变，哎呀，哎，但是我跟你先说清楚，你变出来钻戒挺好的，你变不出来钻戒，我就把你变窟窿。哎、放心吧、啊、你看着、啊、别没有啊、嗯、没有、哎、这没有啊、嗯、哎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大姐这就进来了啊，你看你自己看，真的、啊、那我可看了啊。没骗你吧？真没骗我。是我自己骗了我自己。在哪儿呢？你给我找着，在哪儿呢？找哪儿呢？
哎哎，撒手撒手、啊、我现在才明白你是想摸我手。不是真有钻戒在里头。摸完手了还讹我一钻戒？不可能，这绝对有。你看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？不是这样。哎呀，在哪儿呢？你给我找啊，在哪儿呢？骗子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项链。项链是。哎呀，项链，项链。哎，你这钻戒哪有那么好事啊？好了，反正他皮得不挺，是吧？你老师好，关键是必须的呀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比赛？告诉我一声，我也去看一看。你必须，我们当孩子加油啊！好嘞，祝你们夺冠啊！必须的，有小米出场，肯定错不了。哎，你又来干什么来了？我拿我东西。拿你东西？对，我就钻戒在这里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我包？什么？这是你包，但是那个东西钻戒在你那里呢。你说什么玩意乱七八糟？我包里怎么能有你钻戒呢？他知道，他是我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留点面子啊！究竟咋回事，我就不说了。不，你那钻戒，你不放大美包里了吗？你上人小米粒包里来找啥钻戒呀？是啊，你不看见吗？我放大美包，他完他这走啊！我跟着他俩这就碰着完，他在这找我。行，你别在这乱乱，你今天咋的了你啊？刚才也抢大美包，现在又抢我包，怎么的？什么钻戒？哪有钻戒啊？这必须得还我。那行，那也行，那什么，那你要不给我钻戒，要不你给我把事儿办了。跟我玩意儿？不是，你骗我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今天找不着钻戒。哎呦呦呦呦！看看，你找吧，哪个是你钻戒？真没有。不可能！我知道咋回事了，因为我来之前的时候，你把他给砸完，他就不承认。我告诉你，必须还我钻戒啊！要把事儿给我办了你。你这人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你就是你有病吧？你才有你这这啊！对，我是有病。哎呀，不行了！哎啊，你把钻戒给我，告诉我有病啊！我跟你说，要不然我找这儿，我有病，你管我！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有病啊！赶紧还我钻戒呀！救呢！哎呀！我怎么还躺地下了？起来，赶紧的！大美，你怎么还躺下了？哎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美犯病了吧？他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就是今天早晨吧，他拿个钻戒放你包里了，然后他出去转了一圈，回来说啥找不着了，然后非得上小米粒那包里去，哎，说在人家那儿呢。你说他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吧？啊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吧？你为啥要往人家包里边放钻戒呢？我跟你说呀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行，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你不能说话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话都不对，你不能说，你说什么？你过来了，我跟你说，大美啊，这不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吗？我先给你拿点东西表示一下我的心意。哎，你是那意思？你别说话，你说什么？你不能说话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呀，你别说话，你说什么？别说话。我就这个意思。那你是这个意思哈？那行。那这个钻戒在我这儿呢。刚才没有啊。你这个人还真挺有心的哈，故意给人家买了个钻戒，然后偷偷的放在人家包包的夹层里面，还不告诉人家。其实我都明白，你就是想摸人家手呗。费那么大劲干啥？多大点事儿啊，真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王小倩搞的鬼。谁捣鬼了？谁捣鬼了？我那是见义勇为，急中生，灵机一举了。我才把那个钻戒藏到夹层里边的。我刚才看着大青哥谁眉鼠眼的，我不得防着他点吗？我呀，防我干什么？你防我？这误会了。不，虽然是个误会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beautiful 的误会。你看。咱俩相处这么几天，你就出手这么大方，让我真是不好意思。谢谢啊，那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让你过去呢，不傻呀你？我去，小米，咱不看这个，咱走。对，小米粒，咱不看这破玩意儿，走。他让他过去干啥呀？亲嘴儿。磕碜了，我的天！过来呀、啊！
快点儿，停。闭眼。撅着嘴干啥呢？人都走了，没亲着，还搭个钻戒吧？该。哎呀呀，我去。